鼻子里有臭味怎么办？张海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鼻子里有臭味儿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首先要分为是成人还是小孩儿。如果是小孩儿的话呢，我们最主要要考虑的是鼻腔异物，也就是说这个小孩儿可能在很久以前他把一些玩具啊、橡皮呀、啊，或者或其他的一些东西、橡皮泥啊塞到鼻子里面去，那么这个时候家长也没有注意到。 那么时间长了的话，这种东西在鼻腔里边，它就会产生对鼻腔周围的压迫。这种压迫呢，会使鼻腔呢产生炎症。这种炎症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导致鼻腔里边开始流一些分泌物。这个分泌物呢，从前期的清亮分泌物到后期的脓性分泌物，慢慢的就变成一种带有浓臭味儿的一种分泌物了。那么小孩的这种鼻腔的臭味呢，往往是这种情况。 当然了，小孩儿也有可能跟成人一样，可能是这种臭味儿的话引起的。有几种疾病，第一种是鼻窦炎，反复的鼻窦炎时间长了的话，会引起这种鼻腔里边的这种分泌物产生臭味儿。另外还有一种疾病呢，叫萎缩性鼻炎。如果萎缩性鼻炎合并变形杆菌感染的话呢，鼻腔里边也会有很大的异味儿。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小孩的鼻腔的。 臭味儿和成人的鼻腔臭味儿要分开对待。小孩的这种，如果是鼻腔异物的话，当然没有问题，肯定是我们要到医院就诊。到医院就诊了以后呢，查到如果鼻腔里边确实存在异物的话，要在我们安全的情况下，如果小孩不能配合的话，甚至还要给一些麻醉啊。这种情况下要把鼻腔异物清理掉。首先要把异物取出，异物取出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医生再给予一些相应的鼻喷剂和鼻腔里边的一些抗炎的药物呢，能够将。 鼻腔的这种炎症情况呢，能够改善回来。如果是成人的鼻窦炎，或者说是真菌性鼻窦炎，或者是萎缩性鼻炎引起的话呢，如果是鼻窦炎的话呢，我们有时候需要做手术，将鼻窦打开，将鼻窦里边的这个真菌性的团块啊，必须要清理干净。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我们的鼻腔呢恢复一个正常。 如果是萎缩性鼻炎的话呢，我们要用一些润滑鼻腔的药物，要进行一个长期的喷药和涂抹。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鼻黏膜呢从萎缩状态呢，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一种状态的话呢，这种臭味才能慢慢消失。专家提示：一、小孩鼻子里有臭味，最主要考虑的是鼻腔异物；二、反复的鼻窦炎会引起鼻腔里边的分泌物产生臭味。 三、萎缩性鼻炎合并变形杆菌感染后，鼻腔里边也会有很大的异味。